孟靜苑。唔該啊，主席。正話問古洞北新發展區嗰度嘅就業嘅機會嚇人數，你就話30,000+咁，然後你我問你點計出嚟，你就話即係哦咁一般嘅規劃啊咁去計咁，我仍然係出奇咯，因為古洞北嘅嗰個產業啊係特別嘅一個研究園區嚟嘅，你就唔係一般嘅商業，唔係好似中環啊置地廣場咁嚟計噶嘛。你有冇參考過譬如喺薄扶林嘅Cyberport 數碼港又或者係我哋喺沙田嗰度中大對面嘅科學園啊嗰啲，你有冇計過嘅咧？即係唔好就咁問你，你又隨口話，我哋按規劃嘅咁。你係講緊咩工種嘅咧？同而家現有嘅就業人口有咩比較咧？剛才我提到咧，其實我哋計算嗰個就業嘅職位情況咧，係根據我哋喺規劃圖則裏面提供嘅土地，再去計算嗰個總樓面面積。咁根據我哋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係一個公開嘅文件嚟嘅。咁佢裏面咧有啲準則係根據唔同嘅行業咧，係會有唔同嘅標準咧去釐定幾多個人咧係根據個面積去計出嚟嘅。咁除咗嗰、那個喺古洞北嗰、那個商業研究同埋發展嗰、那個科技園之外咧，其實我哋仲有其他嘅土地儲備咧，係包括一啲政府機構同埋社區嘅用途啦、綜合發展區等等啦，係會提供一啲零售同埋其他服務行業嘅職位嘅。好，